我当然知道那是刘东的房间了，那我去了要干嘛？那只是该来的没来，那不该来的却来了。麦大奇，进错房间的不是我，是那可笑的刘夫人。我看你也不是一个无脑的男人，这是不是你一直想要听的答案呢、啊，艾达律师？这就是你想当然了，我张婉婷该有的本性。男人，男人，你真的很坏，在你们眼里，我只不过是你们想象中的某种女人，而不是我自己。你现在想要证明的，也不过是你想象中的张婉婷，不是我。这样，你满意了吗？你可以离开了。我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男人。至于我是怎么样的男人，你又是怎么样的女人，明天就知道了。你好，麦大奇，您的委任律师。明天事务所见。明天早上10点。大家好，我是胡宇威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跟我一起支持王牌辩护人。